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，包括互设官方机构。法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。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，这一图谋不会得逞。